好，请。喂，大家好，我是米歇尔。那希望大家还没有太饿。今天要讲的东西呢，是一个工程师专属于工程师的游戏化成就系统。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今天有没有发现，就是在R0还有R1前面有一个小小的盒子，甚至在赞助商前面，还有甚至在你们注册的时候都有一个就是小盒子，上面贴着一个小矮人的贴纸。那我叫它空蜜机。那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我们把它打开来看一下。就是其实呢，它是一个 Raspberry Pi， 就是树莓派。那另外在小矮人贴纸的背后，我们粘了一个 RFID Reader。那因为本来它的蜂鸣器有点小声，所以我们另外又接一个更大声的蜂鸣器。那这东西到底要干嘛呢？这东西会收集各位就是在R0 R1 就是 check in 的资讯，还有跟赞助商互动的资讯，到我们的 Comi server。那 Comi server 呢，会就是做一些资料的处理，然后提供 API 给 Rubicon website 这边，就是做一些视觉化的呈现。那实际上来讲 ，Comi 到底要做什么？就像今天一样，就是我们工程师可能常常会就是透过 KTIS 或是民谣去参加各种社群聚会。那我们可能也会在 GitHub 上面开坑填坑，然后透过程式码交流。那我们也有可能再去一些线上学习平台去增进自己的知识，各方面的领域的知识变得更强。那我们想要将这一切的记录做游戏化，对，那就是。大家之后就可以一起在这个平台上面，就是一起互相交流，一起变强。好，那这个算是Rubicon 给各位的一个小惊喜，因为这个是一个算是隐藏连接，就是在网站上面后面加上 attending， 然后加上你的 KTIS code， 譬如说像我的是2B1猪，然后有，这是我的页面，就可以看到说，譬如说。我今天有去跟哪个摊位互动，白色就是代表就是有我有这个 badge， 然后或是我今天听了什么样的 talk， 对，就是如果有去逼那个机器的话，好，另外实际上呢，在我们的www.comi.cc 这个平台呢，你可以透过你的 KKTIS 去注册。在这个页面呢，你可以选择就是 conference， 然后你在 KTIS 使用的 email， 还有就是一样是那个 KTIS code， 然后注册以后呢，你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一样也是看到，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 badge。那这个有什么不同呢？因为这个东西是跨平台的，像我有参加就是 RubyCon， 也有参加 PyCon， 所以像我就另外有一页是跟 PyCon 有关的页面，然后可能就是也一样可以记录说，就是我参加了什么样的，就是听了什么 talk， 还有参加什么 event， 跟什么样的赞助商互动。我们未来想要跟就是更多的社群还有活动做结合，就是然后把这些资料都放进我们的平台里面，然后希望未来就是如果有兴趣跟就是我们 Comi 合作的话，可以联络我们，谢谢。